大家好，我是新华社记者任科。我们今天晚上刚刚到利沃夫，刚吃完饭想躺下休息会儿的，突然，在宾馆的房间里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从那个喇叭里面声音，我也听不懂是什么，但是在外面呢就响起了那个空袭警报，然后大家都在往外跑。都在往外跑，大家都在往地下室跑。我现在也去地下室。I can't claim it's normal, you know, in 2022 to stay in a shelter. I mean, it's a new reality. 到干洗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了防空警报，然后酒店要求大家所有。人都要，都要移到这个地下一层的这个防空洞里头，所以我现在的头发还是湿乎乎的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的躲在防空洞里的所有的住客都在这儿，但是这个防空洞里面有提供这个喝的，这是酒店的防空洞，大家都听到防空警报之后都下来了。Правильно, хороший институт для работы.